大家好，我是那块表演员。今天我来了，就是他们让我抽个签，据说这个游戏让我随便抽一个，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。用吹口哨的方式，哎，你们这会挑，还有这会吹口哨。我要两句今晚舞台最喜欢的歌曲。我想啊，我可以都吹一下吧。就是我喜欢那个《逃离加伯营地》。我的手机在我兜里。OK， 还有一首歌也可以那个推广一下，那个叫做《门票》。那首歌那个有一个，哎不对，《门票》那歌还不好吹，算了不吹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游戏时间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很开心，这次又能来到明日创作计划，加油！